你以为是朱丽倩守了刘德华24年吗？那你就错了。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。刘德华从恋爱、结婚到生子，一直都很隐秘。朱丽倩这个背后的女人，一直都在天王背后默默的付出。她低调到连自己的名字都是对外用的化名，直到刘德华去给女儿办出生证明，媒体才发现朱丽倩原名叫朱丽清。表面上看，是朱丽倩苦等刘德华24年，才守得云开见月明。但反过来看，未尝不是刘德华深爱朱丽倩24年，才终究。传言，笃信宗教的刘德华曾经因为某些原因许愿终身不娶，顶住白龙王说他不适合结婚的巨大压力。毕竟华仔信佛，曾经还以他和朱丽倩的名义联名捐款放生。刘德华情史说起来非常简单，除了后来为他育女的朱丽倩之外，能和 Andy 扯到一起的女人名字也不过只有下面的这三人。郁可欣刘德华情史说起来非常简单，除了后来为他育女的朱丽倩之外，能和 Andy 扯到一起的女人名字也不过只有下面的这三人。郁可欣梅艳芳最后一次接受采访，希望老公像刘德华、陈玉莲。梅艳芳最后一次接受采访，希望老公像刘德华、陈玉莲。华仔遇到朱丽倩时不过刚刚出道几年，与女友郁可欣分手后沮丧不已，事业爱情见不到未来。而朱丽倩21年前还是一名出身豪门、身材高挑的业余模特，参加新潮小姐的评选获得季军。本该生活无余的少女，因为爱上一个男人而半生改变。马来西亚媒体当时对朱丽倩的报道是，朱丽倩少女期中外选美赛事。朱丽倩1966年4月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，自小随家人移居吉隆坡，共有6兄弟姐妹，在女儿中排行第三。曾有传朱丽清家族拥亲历资产，但其父实际只在吉隆坡经营夏日神料香烛店。但 Uncle 陈志远却为马来西亚五大企业之一成功集团总裁，曾入选马来西亚10大富豪。马来西亚新潮杂志资深记者田心回忆，那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朱家三姐妹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。但凡城中选美赛事，朱家姐妹必定到场。都说上天是公平的，给了你这些就会剥夺你那些。但在认识刘德华之前的朱丽倩却像是被上帝专宠了一般，拥有清秀可人的面容，富有的家族企业和开朗善交际的性格，似乎一切只如出生旭日刚刚开始。朱丽倩1966年4月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，自小随家人移居吉隆坡，共有6兄弟姐妹，在女儿中排行第三。曾有传朱丽清家族拥亲历资产，但其父实际只在吉隆坡经营夏日神料香烛店。
但 Uncle 陈志远却为马来西亚五大企业之一成功集团总裁，曾入选马来西亚十大富豪。马来西亚新潮杂志资深记者田心回忆，那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朱家三姐妹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，但凡城中选美赛事，朱家姐妹必定到场。都说上天是公平的，给了你这些就会剥夺你那些，但在认识刘德华之前的朱丽倩却像是被上帝专宠了一般，拥有清秀可人的面容，富有的家族企业和开朗善交际的性格，似乎一切只如出生旭日刚刚开始。朱丽倩1966年4月6日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，自小随家人移居吉隆坡，共有六兄弟姐妹，在女儿中排行第三。曾有传朱丽卿家族拥千亿资产，但其父实际只在吉隆坡经营夏日神料香烛店。但 Uncle 陈志远却为马来西亚五大企业之一成功集团总裁，曾入选马来西亚十大富豪。马来西亚新潮杂志资深记者田心回忆，那几年里经常可以看到朱家三姐妹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招摇过市，但凡城中选美赛事，朱家姐妹必定到场。都说上天是公平的，给了你这些就会剥夺你那些，但在认识刘德华之前的朱丽倩却像是被上帝专宠了一般，拥有清秀可人的面容，富有的家族企业和开朗善交际的性格，似乎一切只如出生旭日刚刚开始。经朋友介绍和朱丽倩认识，刘德华一下子被她的魅力所吸引，而朱丽倩原本就是刘德华的歌迷，见面后自然十分投缘。临分别时，双方互留了电话，并表示以后多多联系。有传闻称，朱丽倩常常为了等刘德华的长途电话，宁愿谢绝友人的节目而独守家中。他的妹妹朱丽华曾透露，当年的年轻人很流行到 disco 跳舞。他们姐妹刚刚认识刘德华的时候，每当华仔到吉隆坡，一大帮人便会一起约出吃饭、聊天，甚至到 disco 跳舞。1988年，朱丽倩和妹妹朱丽华一起赴香港报读郑明伶的美容院课程，为期半年。有人曾目睹刘德华在郑明伶尖沙咀的美容院外面等候。86年至89年间，刘德华与朱丽倩的感情虽已渐渐稳定，但面对歌迷的压力，华仔并不想把这段感情公开。于是朱丽倩每次来香港都会在刘德华好友的家里寄住，而到后来当刘德华想公开，甚至买下豪宅，计划在1992年4月正式迎娶朱丽倩，结果幕后支持他的势力集团压迫经纪公司又不允许其结婚。2000年，刘德华在香港给朱丽倩开了旅行社，职员都叫他刘太。2015年，刘德华接受访问时承认有心仪对象，希望3年内结婚生仔，
当被追问是谁时，他竟说只要他不生气就可以说了。听倒霉，最后不想结婚不想公开恋情的居然是朱丽倩呢。想想也能理解，曾经活泼好胜的白羊座女子，一个花枝招展的大马名媛，变成了隐忍委屈坚持的隐形天王嫂。这期间的苦楚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。刘德华曾说过，当他的女人压力真的好大，如果曝光出来，瘦一点会被怀疑吸毒，胖一点又会被批评。24年坚持，朱丽倩的容貌青春不在，可刘德华始终没有放开她的手，而朱丽倩也原谅了刘德华的不能公开。他对她的爱不是目前的喧哗，是他亲人有大事时永远在场。朱丽倩妹妹结婚，刘德华不避嫌出席，哥哥颁致辞现场，朱丽倩父亲亡故，她全程服丧，朱家女婿身份终于大白天下。自此刘德华在公众场合再也没有放开过朱丽倩的手。如今刘德华是圈内有名的护妻女狂，刘德华防狗仔护女，四次搬家，三换幼儿园，给女儿办百日宴，圈内只请了叶德娴、黄日华、苗侨伟、郑秀文、林家栋五人。时光如水，大浪淘沙，刘天王纵横娱乐圈30余年，圈中好友这一刻才得以显露。刘德华去年曾答应歌迷，等女儿刘向慧满3岁就带给大家看，他说到做到。今年刘德华和上千名歌迷见面时，不仅献唱心肝宝贝，大屏幕播放着一家三口的生活照。女儿刘向慧第一次碰到大场面，突然怯场不敢走出来，刘德华走到场边安抚并将爱女抱起来，另一手紧牵妻子上台。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两个宝贝，全场泪流。朱丽倩，英语 Carol Chill， 1966年4月6日，本名朱丽青，马来西亚模特艺人，祖籍福建漳州长安，生于马来西亚槟城。舅舅是大马商人陈志远，2008年与香港知名艺人刘德华结婚。朱丽倩为闽南人，生于马来西亚槟城，自小随家人移居吉隆坡，原为模特。1985年获得马来西亚新潮小姐比赛季军。1986年与刘德华相识，后开始与刘德华约会。从1990年代初起，媒体传出与刘德华相恋，且香港传媒多次错误报道刘德华与朱丽倩结婚的消息，甚至称两人已经秘密生子，但刘德华不承认亦不否认，对于记者的发问从来不予正面回应。2008年6月23日与刘德华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。朱丽倩父亲去世后，由于朱父丧事文书中出现女婿刘德华的字样，刘德华坦然承认与朱丽倩已在美国结为连理，
夫妇皆笃信佛教并且如素。2012年5月朱丽倩生下千金刘向慧。2015年4月2日据港媒一周刊报道，过49岁生日的朱丽倩携刘向慧赴北京与刘德华团聚庆生，在朝阳公园玩耍时被媒体拍到正面照，这是刘向慧首度曝光。2015年9月，年满3岁的刘向慧将入读香港飞鹅山的德旺幼稚园。